今天的姊妹大家平安，平安，有希望，有信心，有跳糖，实在真好。感谢上帝，我咱伫今仔日三甲聚集伫遮。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圣诞规日夜会我。今仔日咱已经过伫大港节的日子哩。我想咱一进来到会，你就会当看到楼骹已经有圣诞树，然后三楼嘛就一个。 你若要找全教会的圣诞树，甲你介绍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八楼拢有一丛吼，逐丛拢无共款，你会当去看卖。圣诞树提醒咱，圣诞节已经到，所以咱即摆已经进入一个大降节期。大降节位当时开始，为主后第四世纪以后伊就开始，迄阵应用40天。 来陪伴，来共济，应该怎陪伴？应用灵修、敬虔、祈祷。总是咱即摆已经无40天将伊长，对第七世纪了后，咱改换成做四个主流。总是伫即个四个主流内面，伊拢有无共款代表的意思。咱今仔日做伙来看，伊有代表啥物？第一主流就是顶一礼拜咱过感恩节的时阵，伊代表的是期待甲希望。 伊咧纪念耶稣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界，吼，咱有一个盼望，吼，咱伫这个地球知影有一个耶稣基督带予咱守住咱永远的活着。第二主题就是今仔日，今仔日有啥物大主题？是一个平安，是一个和平。平安甲和平其实因是甲做伙，你袂当将两个人分开。 因为当一个世界是有和平的时阵，人民自然就有平安。但是当你内面的心若无平安的时阵，你就会伫遐哭哭跳。所以这两项是袂当分开的。当耶稣出世的时阵，天使安怎告诫何小事？伊讲伫极极端的所在，因根归伫上帝，地上的和平归伫伊所欢喜啊。所以这个和平是对上帝来，这个平安是对耶稣基督来。第三。 主日就是咧宣布有一个喜乐，纪念啥物？耶稣降临飞行的时阵，如果咱的国家灭亡的时阵，你敢会欢喜？我相信你袂。但是伫迄国家灭亡的时阵，上帝伊愿透过伊的先知宣布讲，过来有一个比赛要来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欢喜，我相信一定大过迄个失落。第四主日就是迄个痛甲开始，耶稣基督为咱出世，为着你。 嘛为着我，所以圣诞的主题，甲咱每一个人拢是有关系。有可能已经有真侪团体开始咧无因准备圣诞节的物件，总是有一寡人当伊无参与伫团体的时阵，迄个圣诞节可能对你来讲意思敢若无遮深，毋过爱会记得圣诞毋是敢若为着遮个人，是为着咱所有的人。今仔日开始，咱拢爱陪伴咱家己来过圣诞节。 大降节就是听候耶稣过来，然后纪念伊的出世。今仔日耶稣基督要过来，你敢有迄个遮尔水的吗？12月开始，除了要陪伴大降节圣诞节，你也知，你也开始去关心别人。12月1号是世界定来艾滋病的。 关怀主的日子吼，所以咱的总会伫12月第一礼拜，就设定这礼拜变作是艾滋病的关怀主日。我想咱伫这个图片顶面，咱拢有看到一个红丝带。迄个红丝带有几个意思吼？第一个意思是代表敢亲像咧烧的火，啥物是咧烧的火？就是你爱去关心遐个人，你对遐个人讲遮尔热情的疼。第二个是代表火。 当遐个人伫咧艾滋病了后，你想伊会偌尔痛苦？第三是代表愤怒，吼，要愤怒啥物？就是咱即摆对即个病，咱阁毋知影要安怎去甲伊医好。第四是要预警，甲咱警告讲，咱即个世代有遮个病，咱真正爱隔离，咱爱小心提防，咱袂当放纵咱个世代。亲爱兄弟姊妹。 今仔日如果有一个艾滋病的人出现伫咱的身躯边，你会有啥物感觉？
我记得有一次的基督会里面，李会长都有分享到，伊讲，当伊徛伫一个艾滋病的人的中间边仔的时阵，迄个人甲伊问讲，你哪会敢徛伫我边啊？今仔日如果有一个人得了艾滋病，你敢敢徛伫伊边啊？我想伫伊会讲出这句话的时阵，伊的心内一定是真艰苦。但是当咱看到迄个标志的时阵，你敢有愿意伸出你的手，然后去帮助伊？我想咱时常拢会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咱会替上帝去决定讲，吼，这个人伊敢得救可能离真，所以就算了。啊，这边吼，看觅敢比得救敢还有希望嘞，所以咱福音来继续传互伊。无，是上帝的福音内面，伊爱咱做是将上帝的福音传互所有的人。遮个人敢有缘投吼？因年纪拢足大，因是 YouTube 合唱团。中央迄个挂完名嘞吼，看下敢若歹人伊嘞，伊是一个足有贴心的人。伊得过很多次的迄个良心大使，伊会参与真侪社会活动。伊个我来去受邀进去白宫内面食饭，因为伊真正疼世间人，伊真做真侪。真好，为这个世间互大家和谐的代志。所以，伫艾滋病的代志里面，伊提出一个物件，伊讲，咱每一个人拢去买红色的物件。当你去买红色的物件时阵，我就会甲你关心伊去予艾滋病的人，然后去帮助因，予因会当赶紧快当将迄个医药发展出来。当伊咧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我想无简单，但是伊讲。咱袂当做任何一件代志，拢想上帝要安怎祝福咱。是当你咧做的时阵，耶稣基督的疼就已经伫你内。今仔日，当你若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时阵，你会知影你的好点伫倒位，然后你会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伫倒位。十二月份，毋但只有艾滋病的关怀主日。12月3号，所以伫即礼拜其实是一个关怀的主日。12月3号是一个国际身心障碍的关怀日。总会同我嘛，甲伊放伫即个礼拜。伫十二月份，除了台港侪以外，佫提醒咱去关心遮尔侪人，就是提醒咱你要成做一个和平的人，然后嘛唔通袂记得上帝将即个平安放伫你的心中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记载伫《路加福音》，是咱时常拢会读到的经文。经文那个记载，有一天耶稣来到会堂的时阵，人摕以赛亚书予伊，伊摕起来念啥物？咱做回来念，咱用华语吼，你念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。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讲完这句了后，耶稣讲一句话，伊讲今仔日这话拢会应验伫恁所听。拄则你家己念的遐，上帝拢会应允伫咱的心上。耶稣来讲，伊要拯救这个人，要救赎这个人，要医治这个人。伊要来帮助什么人？受伤的人。耶稣从来唔捌逃避，甲遐受伤的人做伙。咱看这张相片是一个耶稣去牵一个人，伊从来唔捌离开这个人。但是如果这个时代换来咱的时阵，我唔知咱会做什么代志。咱等你甲耶稣迄个时代。因的社会经济是非常落差非常大，三个人内面就有两个人爱做奴隶，所以迄个落差是非常的大。伫因的道德方面嘞，好野人钱拢无白开，因拢去为非作歹，想要创啥就创啥。啊，若上下人，搁爱去有人扣税，搁爱做人的奴隶，然后才好野人想要杀人，因就要凊彩杀。伊想要创啥，伊就会当创啥。啊，若伫伊个宗教方面呢？虽然伊一定推，伊爱去崇拜那个罗马皇帝，啊，佮有
犹太人拢非常受迄个律法主义，但是伊完无法度让遐人感觉有平安。伊拢一直期待一个弥赛亚来到伊中间，但是经过遮尔侪年，你有发现，其实咱即摆做诶，甲伊迄阵做诶，好像有很多东西拢是差不多诶。咱时常拢以为，咱想要互人看见咱是一个真好、真好诶人，所以咱着爱表现出我真厉害。但是当你要表现出你真厉害诶时阵，你着爱去控制真侪。你爱去讲，我爱甲人的关系真好，我爱甲迄个真有名声的人斗阵，然后我会当变做无同款的人。上帝讲，你袂当因为要满足你外口的物质，让你心内爽用。所以耶稣来甲咱讲，伊要带领咱行出迄、那个，你甲你家己围起来迄个贫穷，伊要带你行出迄个新的道路。另外一件代志是，耶稣咱着较肯定的是，伊将来拢无离开颂扬人，连伊家己出世的所在，伊家己选择的所在，伊成长的所在，伊拢甲伊的爸爸咧做牧像。迄毋是一个趁真侪钱的事业。耶稣出世伫倒，拿撒勒。你敢知迄个所在是一个庄卡？另外，迄个所在是真侪人拢看袂起迄内面的人。所以当有一个人非得去甲拿撒勒传统，甲伊讲，我有看到迄个拿撒勒耶稣来甲咱中间嘞，伊去甲伊招咱的时阵，你敢知拿撒勒讲啥？伊讲吼，迄个拿撒勒，哪有可能会当出啥物好物？哪有可能会当有啥物好的代志伫迄个所在发生？所以咱就知耶稣出世伫迄个世上，迄个庄卡的时阵是非常互人看起。但是也因为安尼，伊真了解庄卡人的需要，有可能因食袂饱，有可能因要出迄个庄头的时阵爱行真远，所以有神学者就甲耶稣甲保罗揢出来，去做一个对比。保罗是真正伫都市成长的，但是耶稣毋是。所以你读保罗写的册的时阵，你有发现保罗讲，你得爱穿全副的军装，然后嘞，你伫咧比赛跑走的时阵吼，你爱紧来去走。但是如果咱伫装卡的时阵，我想咱无法度去穿啥物全副的军装，咱嘛无法度伫遐比赛讲啊，想走较紧，因为你趁钱走就袂好。耶稣就是伫安尼环境成长大，所以伊真了解受用人欠啥物，伊真了解。因的欠亏，因的乱了，耶稣拢甲遮尔遮个人做伙。咱看这张相片，耶稣甲谁做伙？这个耶稣嘛是足危险的哦，伊留一个长头毛，然后伊边仔的人有刺青的，嘛有黑人的，嘛有看起来咧唱 rap 的吼，啊嘛有看起来啉酒的。耶稣要甲谁做伙？耶稣要甲遮个乱了的人做伙？耶稣要甲遮个？受苦的人做伙，所以耶稣讲一句话：，恁若背重担的人，会当来到我遮，我要互恁得着安息。除了安尼，耶稣搁甲啥物人做伙？伊搁甲阮着欠亏的人。耶稣互因正做因的门徒。耶稣的门徒敢拢是大头家？今仔日有真侪教会。有时啊，在邀请事工的时阵，因拢会去邀请真侪大头家，因为咱怎啊，因有钱啊来当赞助。但是耶稣精选人的时阵，伊拢无邀请大头家，伊拢邀请遐个愿意跟对伊的，邀请遐个送的。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就安尼讲，这段经文咱嘛真实，上帝要精选迄个世上愚拙的，精选迄个软弱的，然后去予人讨起来，然后废掉遐个有诶。所以上帝爱咱每一个人，真做伊的。国外出版社伊做一个统计，因讲咱即卖的人拢感觉。你著爱地位真高，你著爱真巧，你才会当做好诶代志。所以国外出版社伊统计一件代志，就是如果我诶册原定加两字戆人，
譬如讲，戆人要安怎整理厝内，戆人要安怎煮菜，戆人要安怎买物件。你敢知？当时阮找加两个戆人，伊的迄个销售量就会当赢过其他的册。你是安怎认为你的生命，甲你家己放伫倒位？咱拢感觉高人才会当做，咱拢时常拢看轻咱家己，拢感觉咱家己好亲像是戆人。但是不是，耶稣讲，伊就是要甲遮个人斗阵。德丽莎修女伊看开，无真厉害，伊嘛毋是啥物大头家，伊嘛是安尼讲，伊讲咱每一个人拢毋是啥物伟大个人，但是伫咱个心中煞有一个疼，你会当用即个疼来做一寡平凡个代志。所以伫台港者，伫即个关怀主义，你会当做啥物？你会当去帮助因吗？前几工啊，阮囝甲我个囝，我咧爱水个囝，甲伊弄破去。弄破去个时阵，迄阵当我伫外口。破去个时阵，我第一个着安怎？甲伊骂。说是甲伊骂，其实囡仔骂真正无啥好。甲伊骂了后，伊阁冲过去迄个囝，甲我讲：“妈妈，你看哦，它会发亮。”伊讲：“妈妈，你看迄个发光个，伊呾照伫房顶。”因为咱知影行只要翻光，咱的手表有时啊嘛会用，当你照着光的时阵，伊就会有一个圆圈圈伫遐。迄、那个镜嘛是安尼翻光，到尾我就想着讲，耶稣的光嘛是安尼照伫咱的心中。啊，如果你若是一面镜的时阵，你是安怎，甲光照出来，还是全部拢吸收？咱就亲像迄个镜的碎片同款，上帝光遮尔大。总是透过无共款的碎片，咱会当去照光这个世界。顶礼拜点灯的时阵，有一挂人把伊的手机揭开，然后把伊的手电筒打开。伫迄个黑暗的时阵，你就会当看见有手电筒迄个光吼，大家人伫遐咧喊。迄是一个真水的画面，是一个将迄个光传世间人的画面。你拢是这个镜。那安尼，你要安怎将迄个光反射出去？我想这是耶稣给咱每一个人的呼召。第二，耶稣要来，伊要甲咱讲，咱要将这个耶稣基督的疼传出去。伊也要来医治心内丧伤的人。拄则咱听到遐是较外表，但是耶稣讲伊来，嘛要医治心内丧伤的人。你的心敢有像这个心同款吼？包括安尼，可能拢已经爱送去急诊。有时阵有一挂人伤害着咱，有时阵有一挂话，互咱永远拢袂忘记嘞。有时阵厝内有一挂代志，互咱感觉心真疼。当咱想起来的时阵，可能伫咱少年的时阵发生，一直到你年老的时阵想起来，你敢看会感觉心酸酸。耶稣讲伊来要医治安尼个人。什么是医治？就是让咱在伤害人和被伤害的内面，你会当走出来，你会当活出耶稣基督迄个疼，你会当享受耶稣基督迄个喜乐。第三，下早也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教会，卡来就一直哭，但是因为伊要找王牧师，伊卡来的时阵，伊跟他讲，我要找王牧师。当时伊一直哭，伊讲我要找牧师甲我祈祷。我甲伊讲，我甲伊当时为你祈祷。然后你甲伊祈祷的时阵，伊同款一直哭。最后我甲伊讲，我会马上甲你的电话给牧师。我想牧师了后，敲电话给伊。今仔日一个真伤心的人，是安那伊会敲电话来教会，因为伊知只有耶稣基督会当让伊的心。得到医治，让伊的心得到平安，让伊会当享受迄个喜乐。如果咱的心内敢若藏一寡，你感觉你从来袂记得迄个伤害，那呢，你的人生是啥物色的？是黑暗。最近咱顶面有一个图吼，本来伊是一个黑暗的，但是当咱看，你会看见伊的色彩愈来愈侪，最后伊变做啥物色？彩色。对一个黑暗，然后伊会阁变做啥物色？如果在你的心内有耶稣基督的医治的时阵，你会知道
黑暗会当变作遮尔水的彩色。上帝伫你每一个所在，甲你加添添加色彩，互你的人生看开，色彩更加丰富。啊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过安尼的生活。圣经内面有一个人叫做撒该，这个故事咱拢真实。圣经内面讲，伊是一个真矮人，伊是真正非常矮。如果咱用现代的科学名词，就是伊一个发展迟缓的囡仔。如果一个发展迟缓的囡仔伫当时的世代，伊一定是去予人排挤的。我唔爱跟你做伙生，我唔爱缠。安尼的心，我受着伤害。伊伫甲伊大汉的时阵，伊想讲我会当做一个领导者，我会当去欺负遐个人。你想伊咧欺负遐个人的时阵，伊心内敢会欢喜？咱的上帝很奇妙哦，伊将良心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。你捌做过歹代志无？我相信你一定捌。你咧做歹代志的时阵，你的心内有啥物感觉？我来接教，还是你感觉？你真知影，我即马在做歹代志。上帝将这个良心放伫咱的心内的时阵，你在做歹代志的时阵，你着真清楚知影我即马在做歹代志。所以你想这个世界，伊敢会感觉欢喜？袂。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伊甲伊讲：我今仔日要安怎？要住伫恁家。伊讲：你今日来，我要去恁家。去恁家了后出来，世界讲啥物话？伊讲。我若欠伊的，我要将我财产的一半还予宋永人。然后我若欠伊，以前甲伊骗来，我要还伊四倍。你的财产若一半予宋永人，然后你阁要赔四倍予别人，那呢你就是宣布我已经破产了。一个这么爱钱的人，伊会当甲伊讲，我所有钱拢要予遐有需要的人，是耶稣基督去改变伊的心。你的性命有无耶稣基督改变？第三，耶稣要拯救啥物人？要拯救伊个受命个，予伊得着逃亡。这张图是芬兰的一个画家为着即摆少年人画个，总是我想无一定是为着少年人。咱即摆有人真侪只要手机拿起来，然后就开始上网。我毋知咱第一个拍开个是哪个，是 Facebook。总是你看迄个 Facebook 伫第一集个时阵有一个广播电台哦，伊就是咧讲。所有的人，恁家发生什么代志，隔壁的生囝，然后你出车祸，还是恁今仔日去食什么好料的，拢爱家放上，让大家人知。第二种是啥物？当大人要食饭的时阵，大人拢在耍手机啊。第三种是啥物？最近流行的宝可梦，所以迄只皮卡丘就伫你的脖子顶面，然后你规工拢互伊控制。在咱的生命内面，咱拢会互真侪物件甲咱掠掉的，有可能是电脑，有可能是电视，有可能你爱饮酒，有可能咱爱玩票。你要安怎伫这内面得着逃亡？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不都造就人。你伫受命内面，你要安怎？等来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耶稣基督会甲你讲，我对你的呼召是啥物，然后伊会甲你指示讲，你应该安怎做。你会清楚知影，伊爱你做的是啥物，那安尼你会当伫迄个受命内面，你会当得着逃亡，你会当改变你的性命，你会当变作无同款。再来有啥物物件会当互你受捆绑？不能说的秘密。在咱的心内有真侪秘密，咱永远拢唔敢互人知。迄个秘密，真做咱一个真大的捆绑。有可能是你以前做过，互你真后悔的代志；有可能是你有人甲你讲，你厝内有啥物代志，唔通甲别人讲的时阵，迄个秘密，真做你心内一个真大的捆绑，你永远拢袂当甲伊放开。所以今仔日。如果你心内有秘密，你唔通甲别人讲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因为安尼有可能嘛变作伊的捆绑。上帝讲，当你有捆绑的时阵，当你有秘密的时阵，要安怎沟通？你敢真正有愿意沟通给主耶稣？再来，耶稣要给痴迷的看见。
你这个地球差不多5000万以上的人，比如是视觉障碍，但是耶稣讲，我要让这个人得到医治，但是伊犹原关心遐心内看无的人。伊虽然有真好的信用，但是因却未是伫因的信用顶面。伫约翰福音有两个痴迷的人，因内心来找耶稣，伊讲代表的子孙，请你可怜我，你会当医治我无？你敢知耶稣问伊一句话？我想这句话嘛是同款的问啊。耶稣问伊啥物？伊讲，你敢信我会当做这件代志？在这个世上，有真侪人，当伊受苦的时阵，别人给伊真侪建议。你想这两个痴迷的人，别人一定来讲，我带你去倒位看。迄、那个医生吼真牛医，然后咧，你去食啥物物件，你就会当得着好。这个世上有真侪人提供伊真侪消息，讲你着爱安怎做。但是耶稣嘛知影有可能有这件代志，耶稣当家问，你敢信我会当做这个代志？今仔日你祈祷的时阵，当你甲一件代志，就譬如讲你甲迄个秘密交托给上帝的时阵，你想耶稣敢真正会当甲你摕走？你敢相信伊会当做这件代志？还是你祈祷的时阵，你早就想好我后一步，如果耶稣无答应的时，我会安怎退路？我全部拢想好。你敢有迄个信心去交托？但耶稣甲伊问讲，你敢有信的时阵，伊讲主啊，我相信。我相信你会当做这件代志，让我得到医治。耶稣讲啥？照你心转的，然后耶稣摸伊的目睭，让伊看见。你有信心去相信耶稣要伫这个心中展现迄个神迹？有真侪人，伊即摆可能亲像痴迷的人，但是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甲主讲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伊会带领你未来的路。最后，耶稣讲伊要予受安济你的罪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伫我大学的时阵一直甲传福音，伊唔信就是唔信。伊讲吼，我只要看你三顿面，食饭祈祷，我就感觉真痛苦。伊讲，恁搁爱逐礼拜拢爱去奉献，爱去做礼拜，你袂感觉你美好的青春拢浪费在那里？伊感觉做礼拜祈祷奉献，迄对伊来讲是一个压力真大个代志。但是前几礼拜我知伊伫台北洗礼，伊是安怎洗礼？伊讲吼，我发现信民间宗教比信基督教搁较困难，因为伊个大家会去甲伊算命，会去甲伊摕真济符仔互伊挂咧，会去甲伊囝去带去收惊。伊感觉，当每一次因大家去甲伊用啥物风水的时阵，伊的心就受到限制。当伊的大家每一次甲伊讲啊，迄算命先安怎讲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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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你得爱安怎做做做的时阵，伊的心内就受到限制。当伊每一工时常拢爱看日子过日子的时阵，伊的心内就受到限制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咱的基督徒敢想到这样？有真侪基督徒，当伊信心无好的时阵，因依然会受到这个压制。但是耶稣讲，恁着爱认捌我的真理，因为真理要予你得到自由。迄个真理要予你伫迄内面得到逃亡。当你知影上帝的真理的时阵，你知影这个世界无啥物好惊，你着满有平安，你着袂受到压制。最后，耶稣讲，宣传主欢喜的，这是提醒咱，伊时常拍开伊的手，要迎接咱每一个人回来。今年你要结束啊，你过了有喜乐无？有欢喜无？上帝讲，你若袂当当的人，会当来到我家。然后伫你的生命内面，透过拄则咱顶面所讲的，耶稣要一件一件，甲你偷偷啊改变。时阵，咱时常咱甲咱传福音，拢讲你来，你来咱得救。亲爱兄弟姐妹，得救毋是马上你入来教会出去就变作无共款。有一个阿公甲一个阿嬷带因的孙仔为真庄脚的所在落来都市办代志，因爱去银行。当因落来的时阵，阿公带着孙仔，迄个阿公
无啥物代志，当阿嬷咧伫柜台办物件的时阵，阿公无啥物代志，就带孙仔去乌白洗，洗洗洗洗洗，伊就看到啥物，看到一台电梯。迄个时阵，就有一个真大块、真大块的牛人行入去，门开开。这个阿公拢无看见电梯呢。隔无偌久，迄个门开开，变作一个足瘦足水的小姐行出来。迄个阿公甲伊孙仔讲：“你伫遮等我，去叫伊阿嬷来。”然后遐呐，伊就去甲伊阿嬷讲：“来，你行来去内面。”总是电梯门搁开开的时阵是啥物？伊阿嬷敢有改变？敢有变作一个苗条的小姐？无。迄个阿公真伤心，伊想讲迄个电梯吼行入去厝内都无同款。今仔日伫咱的信用内面，毋是安尼。咱每一个人的地球是伫每一届无同款，每一届无同款。互咱伫受累的顶面，互咱伫忧伤的时阵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会当得到改变。互咱伫无底悲心的时阵，咱会当了解这个信仰，然后得到自由。互咱伫自私的时阵，你会当改变去帮助他。互你时常咧想讲我要安怎引诱到伊的时阵，你会当改变你的观念，想讲。我要安怎荣耀上帝？上帝带领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。毋通咱即个节期的时阵，每一礼拜你拢会当去享受耶稣基督对你的带领，上帝话对你的感动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我来提拜上帝，我来感谢你，因为你找你的独生子囝。来到阮的中间，予阮伫受领的时阵，阮会当知影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耶稣基督要予阮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主，阮知这个改变，毋是马上阮相信，然后阮就会当立刻改变不一样的人。阮知阮是爱一步一步跟对耶稣基督你的脚步。然后，我的性命会伫彼内面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。我上帝祝福我每一个人，予我伫这个地球会当享受满有和平、满有平安的日子。献上我的感谢，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